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吉安。针对中国军演，总统赖清德是透早随召开国安会议，只是相关单位严格来应对。另外，美国国务院嘛罕见来批评中国军演，呼吁中国待在准则，卖个制造局势紧张。这样是美国自2022年佩洛西访台中国伟大军演了后，用词上改动的一届。中军搁再宣布，伫台海周边展开联合利剑2024美军演。总统府透早召开国安高层会议，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行政长杜永泰，也甲国安团队第一时间掌握中军的动态，由赖总统指示相关单位处理。面对外部的威胁，我政府会持续捍卫民主自由的宪政体制，有信心也有能力守护国家安全，请国人放心。我们也会再仔细观察，说他会不会扩大。会不会延长？有关于那个军事的这种议题，那我们当然也会跟友盟国家保持密切的沟通。那我相信我们台湾在这一方面受到的这个支持是毋庸置疑的，完全无视我政府释出的善意，也无视台湾人民对和平的渴望。我们希望中国大陆要正视中华民国客观事实的存在，要正视台湾人民对于民主价值与生活方式的坚持。刘委会强烈谴责中国，外交部是批评中国是破坏区域稳定的麻烦制造者。美国国务院对中军伫台海军演表示关心，国讲中国以军事挑战回应台湾年度演讲是无合理的，并可能引发局势升级，呼吁中国保持冷静。日本政府嘛表达正关心，暗个独立武汉。中国国台办嘛宣布认真执行文化人民基本的台湾万国分组算数了后，决定依法对联电创办人周兴成、民进党立委新北勇，一个民间组织乌心学院实施制裁定界。Chinese are reckless, and President Biden has said if they mess with Taiwan, they'll mes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So I hope that Xi Jinping hears that message because.Both for Taiwan and for our security throughout the region, we will not tolerate Chinese bullying. If you lie, your nose gets long, like Pinocchio. The Chinese lie all the time, and their promises are worth nothing. 基本上做这些事情呢，越来越把自己孤立于国际社会啊，这种进行恐吓的行为，实际上。这个是19世纪的霸权行为。美方专家学者拢无乐见中共对台施加压力，认为中国一直恐吓台湾人民、威胁民主的做法只有反效果。暗哥嘛提醒台湾要注意中国做出意外行动，并为上歹的情况做好准备。记者综合报道。也讲到即届中国伟大军演，两岸当日紧张，金门透早煞阁抓到一个中国人要偷渡。目前咱海巡已经先甲人抓倒来调查。外界嘛，你又讲，这可能又阁是中国挑工安排，要来刺咱台湾，那是用无同所在、无同的手段做一届内乱，咱感受在调来应付。一个穿那些救生衣的中国籍查甫人，双手叫海巡警员白安安，准备押回调查，因为伊被人抓到想要偷渡金门的民货事。中共则是对台发动联合利剑美演习，中共军机舰为台海相关两岸情势紧张。金门虽然无纳入演习区，按过一个中国偷渡客再去驶救生艇，想要航向大大岛甲历史中央的民货事。金门海巡甲陆军金防部民货事守军东部掌握海面小型目标开往民货事，海巡采取。海上拉闸，甲化解阻挡，顺利地免火速掠到人，带回寮罗港调查。为台军演之际不排除为结合台对台军演以小艇偷渡的方式进行灰色地带袭扰。那海巡署于前面提高戒备。海巡初步调查，偷渡的查甫人为漳州出发，偷渡到金门，怀疑是结合对台军演，用救生艇偷渡进行侵扰，而且在救生艇顶端有找到行军药啊、后衣啊、吊钩啊，一个大牛加人民票现金，是准备好再来的。这一起偷渡的案件，当然我们也会怀疑，他就是在测试我们海岸防线的状况。这种多样态的威胁，非常考验跨部会的及时协调能力。在应对中共海军、海警、
跟民众偷渡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的法源依据。立委认为偷渡时间点在中共军演期间，恐惊是七七台湾敢有法度同时处理多样台威胁。观察今年偷渡案件，前共军南厅长姓黄的查甫人，六月西快艇直通淡水河，九月阁发生中国籍查甫人过救生艇到南口，反映台湾海防老胖的忧虑。它的雷达反射截面是非常低的啊，就不太会反射雷达，所以你用雷达去观测啊，再加上它速度很慢啊，这天生就有一个困难啊。那你可不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用望远镜啊，或者是夜视仪啊这种东西来观测？理论上啊是 OK 啊，可以。问题是这样的装备啊，它有的时候是故障。专家分析，中共可能利用偷渡案件对待操作心理战，打击国内民心士气。目前紧爱做的是提升海巡人力，增加舰艇装备，强化科技监视。记者综合报道。前总统蔡英文访问澳洲，今仔是去到捷克参加公元2000论坛发表演说，讲咱台湾以民主克服威权威胁的经验，嘛呼吁民主国家的同盟伫咧军事、经济各种领域都要团结合作，嘛邀请国际友伴继续来访问台湾表示支持。另外，前总统蔡英文嘛和捷克总统帕维尔参议院议长这韦德奇来见面。美国政长的议长佩洛西也说要来参加论坛。甲捷克总统帕维尔握手问候，前总统蔡英文出席公元2000论坛开幕典礼，不少参加会议的嘉宾嘛特别向前介致意，因为这是蔡前总统伫2020了后，搁再亲身到庭参加。今年论坛主题是证明民主的决心甲韧性。捷克总统帕维尔致辞时阵，就特别点名中国，伫台海议题爱惜责任。I consistently urge major global powers, and especially China.To use their influence to promote peace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is means not backing Russia's violent campaign, but also showing restraint in Taiwan Strait and addressing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t home. Taiwan stands on the front lines of the assault. The most recent action taken is China's announcement earlier today for a military exercise called Joint Sword 2024.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Taiwan has faced constant intimidation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which has tried every possible way to annex Taiwan.蔡英文以透过民主团结克服威权威胁的主题发表演讲，分享台湾经验，讲到中共持续威胁，想要用各种的方式并吞台湾，所以台湾一直强化专社会论性，透过选举证明民主对台湾来讲是唯一的选择。Apply pressure on those who engage with Taiwan, while our friends and partners have remained undeterred. Unity and cooperation among democracies became most essential. Democracies need to send the signal that intimidation and use of force against any member would result in serious.蔡英文指出，台湾甲澳洲民主化道路正共，拢是因为有人站出来对抗独裁政权，所以更加了解民主的珍贵甲脆弱。以后由民主国家证明，应该爱在军事、经济各方面团结合作，明确传达，若是任何成员使用武力威胁，拢会有严重后果。最后，蔡英文嘛邀请各国友人来台湾访问。I still want to end by inviting you to visit my lovely country. Don't worry, you'll be safe. 蔡英文卸任后的首次出访就选在捷克，并在此发表演说，可见台捷之间的深厚关系。恭喜国际记者刘友廷捷克布拉格报道。继续来看西班牙一个查甫人伫咧意大利犯着诈骗案，潜逃出境，去由国际刑警组织列作重大通缉犯。即马传出讲，这个人早就走来台湾，而且已经美国年啊，搁伫咧台湾开公司、开餐厅。移民署是正式讲有接到通报，已经要求伊十天之内都要离开台湾。一家伙仔出去佚佗，不管是小琉球、饶河夜市，四季拢留落欢喜的相片，看起来像一般外籍人士来台旅游。双方也出身份特殊，这名西班牙籍查甫人奥纳德是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道的对象。移民署十三通知伊个案，说明能够要求限期离境。涉犯重大犯罪之事实。恐有危害我国利益、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之余，影响社会安定，
已构成入出国及移民法第十八条第一项第十三款规定得禁止入国的情形，依同法第三十六条第二项规定得予以强制驱逐出国或限令出国。奥纳德涉嫌在意大利犯下汽车遭受诈骗案，今夜达到十亿台票，事后已遭出境，踮伫台湾已经五年，捌经营餐酒馆、贵阳间公司。二零一九年，西班牙媒体也捌报道，造车诈骗案负责人奥纳德伫台湾开公司，一直到最近才被逼出新婚，独现台湾的外交困境。现在没有西班牙或意大利有司法互助的这样协定。那第二个是因为我们没有参加国际刑警组织，所以对于这些在国际上流窜的这些犯罪犯，我们没办法去掌握他。现不过因为奥纳德在台湾有完无必生连家之一，移民署予伊安排照顾时间。现不过学者认为要求奥纳德出境的理由，也可能因为欠更加确实的司法依据，后手恐惊会造成其他问题。政府伫参与国际组织的拍拼，要更加加强。记者综合报道。北韩指控南韩用无人机飞来首都平壤，也反北韩的宣传单。讲即马若阁看到，就要直接甲写落来。也另外正前阁宣布讲，要切断往来甲南韩之间的铁路甲公路，嘛呛讲要直接甲炸掉。相片内底，当看到一个白色三角形的物体飞伫空中，这是北韩表示翕到南韩无人机飞到北韩首都平壤的天顶散布宣传单的相片。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小妹金宇镇骂南韩的行为是严重的政治挑战，而且对北韩领空主权的侵犯。暂时佮传出北韩国防部已经向边境白破冰部队下令，伫暗时八点进前政治高度戒备，加强监视空中。若是发现南韩无人机，立即就会甲无人机拍落来。조선민주주의인민공화국국방성대변인이조선인민군총참모부가국경선부근의보병연합부대들과중요임무수행부대들의사격준비태세를갖출때에대한지시를하달한데대하여발표했습니다北韩央视表示，金正恩讲到南韩团单认为上严重的问题是无人机进入北韩领空。官方媒体呼吁，南韩应该要及时停止这款有可能引发武装冲突、造成双方战争的保护责任又个危险的行为，而对无人机进入领空采取保护行动。另外，对北韩宣布为七号开始要封锁连接两韩的铁路和公路，南韩军方则是公布已经观察到北韩准备炸掉连接两韩的经济线，还有东海线铁路。일단도로에가림막을설치해놓고그가림막뒤에서작업하는것들이식별되고있고요그도로를폭파하기위한준비작업들을하고있습니다그래서빠르면오늘도가능한상태이고또북한이공개한대로폭파도할수있을거라고생각을합니다另外，在两韩交接的道路面顶，南韩也发现北韩正在准备爆炸设备，暂时不清楚有多一挂道路会被毁掉。南韩军方呼吁北韩保持克制，表示那是南韩民众的安全因此受到威胁，对向北韩进行报复。江西新闻的董炳耀。讲到以色列甲黎巴嫩也继续咧战，真主党昨暗时出动无人机攻击以色列中部一座军事基地，嘛造成四个官兵死亡，超过六十个人受伤。另外，一方面，美国嘛宣布讲要提供以色列先进的萨德炸飞弹系统，甚至搁要派兵去到以色列。救护车载受伤的人十三人，紧急赶去以色列北部海法的病院进行急救。位于以色列中部宾雅米纳的一座军事基地，当地十三暗遭到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攻击，至少造成四名基地的士兵死亡，另外超过六十人受伤，其中真侪人伤势严重。这也是以色列甲黎巴嫩真主党重新一波冲突以来，以色列遭遇上惨烈的一败项目。נפגעים, נפגעי רסיסים, נפגעי עדף, נפגעי חרדה, שלל הדרגים, ואנחנו נתפלל לשלומם.金主动表示，十三晚七点左右，因派出一批无人机针对以色列基地发动攻击，保护以色列采集针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空袭。迄日造成黎巴嫩二十二人死亡，一百十七人受伤。以色列军方表示，会调查安怎金主动的无人机进入领空的时，透过雷达系统无吸到基地的警报。以色列另外一个战场加沙地区，以色列十三个空袭，佫造成至少四十人死亡，其中包括十三名儿童。过去高级以色列对加沙人民营的空袭，佫夺走至少三百条人命。
要不过美国拜登政府13证实，为了防止以色列和伊朗报复，美国会依靠一座先进的中端高空防空飞弹系统，个叫做萨德飞弹防空系统到以色列。美国国防部也表示会派遣100名美军到以色列。要不过飞弹系统甲美军什么时阵进驻，也犹太确定分析真会议。萨德飞弹系统一旦进驻以色列，防空范围更加远，亚述的意思更加强，中东局势会更升高。南韩进前部署萨德飞弹，因为射程靠近中路两国，引起双方反弹。中国2017年甲南韩迄当时的文在寅政府达成协议，美国加部署萨德飞弹，才平息纷争。公司新闻警员陈编译。来看2024年最后一个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公布，是两个美国的经济学家阿杰姆·奥卢加约克逊，佮有另外一个英国的经济学家罗宾逊，三个人做会得奖。这三个经济学家主要是研究讲国家的制度要安怎去带动社会经济，嘛表明讲民主、包容、有制度的工作，就是带动经济发展上重要因素。继续来看美国太空科技公司 SpaceX 星南太空船，昨是提早第五届试飞，嘛试飞成功啊！这个计划上主要就是要看在太空船起立的这后边这站，主提进去上太空船起立了，敢不当顺利登开，家己阁登来地球。未来若是要发射这太空船，得当颠覆思想来降低成本。在 SpaceX 观光的欢呼声中，强调美国有史以来最大载运飞机的超大型推进器，为德州上南边的波加齐卡基地升空大约2分40多秒了后，起飞上重要也就是太空船顺利甲推进器分离。Ship engines start up. Both engines cut off. Stage separation. Booster stage separation. Hot stage separation confirmed.分离了的星舰继续飞一段路程了后，降落在印度洋海域。到底发射了后大约6分40秒，自推进器重新登到地面的时速来，高点到部分飞机引擎来降低速度。Booster coming in hot for booster catch. We're gonna ignite 13 of those Raptor engines, and this view is incredible right now.Can see how fast this vehicle is moving on the left hand screen. Landing burn has been ignited. We're now down to 3 Raptor engines. We can see those chopsticks now.新来第一只主推进器有33颗变金色的引擎，升空的时火力全开，推力会当达到7440万吨，是一般中型客机的700倍。每一次升空会当搭载150吨的军管甲装备。在 SpaceX 的计划中，主推进器登到地面发射台了后，就由发射塔吊起另外一个星舰太空船，连接到主推进器的顶面，就是达到真金回收使用个发射的目的。另外，星舰太空船最近可能的用途，除了同时将大量的星链系统的卫星送入轨道，也会当作为大型太空吊架升空的载具。后备太空总署打算在月球建立永久基地的想法，就在量充足的星舰也有发挥空间。也毋过，美国联邦航空署 FAA 发号 SpaceX 的飞行许可书规定，当年发射的碳排放上限是97300多吨，也就是当年大约25倍，离马斯克想要星舰一年升空900倍的目标有未少距离。公司新闻。家庭朋友，感谢你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志刚，那明仔再会。